就是我们摄影机从外面一直跟进来，直到 Amber 站在中间拿起雨伞，我们才换棚内的机耶。嗯，所以前面是本来我是希望的摄影师吗？本来我是希望从头到尾都一机的。我们摄影师平常习惯拍综艺节目，他压力有多大？我们想说试看看嘛。而且连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加入走位哎，对呀、啊，有一些戏嘛在。有哎、欸，中间真的瞧了很久，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。哎、欸，周天伟真的没把你们放在眼里、啊，没有，这回事真的拍了一支 MV 出来耶。我们要跳了该怎么办？你只是要我们帮你坐下吗？回家是不是？那是陪衬，而且说实话，来陪衬，而且说实话很帅耶，他非常帅，怎么帅翻了、啊？因为入口处也没有打灯啊，他就这样靠自己，他本人的魅力、嗯、就是。他的肢体真的很好看，他跟镜头的互动，真的把，他真的把你当牛排旁边的花椰菜在看，也是牛排在走，对不对？萝卜，而且他那个，他从穿外套，然后到那个帽子拿上来，都很像完整的明星在做的事。而且一镜到底，意思就是他当中如果出差错就不好啊。对。可是他竟然都做到了。而且他万一帽子掉了就不好看了、啊。为什么都做到？我们今天早上才来彩排的，对，说实在的，然后摄影师没有骂人吗？你把他逼成这样，我觉得应该心里很想骂，应该心里很多脏话吧。对对，很成功、欸，我们很感谢大家的帮忙，很厉害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动用那么多舞者陪他们一起演，那你们场面就相对来讲比较小啊。我觉得排最后一组好惨，怎么会在我们后面呢？现在字幕已经开始上了嘛，对不对？走的风格真的是不一样，我们对，我们就是这个尝试很成功。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 Lady 跟 Gentleman， 对。然后我就是很多女生在我周围，但是我都没看在眼里。突然看到 Amber 就哇，这个正香吧，然后就开始对香吧，然后就开始跳舞，就想要吸引。主要是没有想到摄影棚可以变成是 MV 的场景，有感觉蛮高级。他想到的 idea， 所以整个编排都是来自于你哦。他想到是看到国外的表演影片，然后突然有这个灵感，然后我就立刻就问那个 B Two 哥说：“哎，我们可以，就是康熙有办法让我这样做吗？我希望能这样做。”他说：“可以试试看。”然后我就埋头就做了。下次有本事驾那台飞机进来。本来大壮老师还叫我骑大象，根本不可能。